鈴木、集団はどこから来てるか？さあ、一時の方向に隠れてる。あれはやっつけろ！軍曹、援護しろ！
报告，去啊！我想尿尿。老弟，我尿裤子里。狙击手在战场上只能做两件事：呼吸、射击。风向四分之三，两秒半延迟。射击。老弟，中了。那你为什么没在战场上打中啊？昊天，又做梦了？又梦见打仗了？还有老爹，别多想了。他不挨那颗子弹，那颗子弹就得你挨了。要是挨了，没准还痛快呀。人活着比什么都强啊。回部队你就别想了。现在往西边去的路都被日本人封锁了。听说他们抓到了手指头上面有老茧的，那可一律要枪毙的呀。就你一个人也打不走鬼子。安心拉车吧。明天还要干活，再去歇会儿啊！拿着，拿着，我先去了，再去歇会儿。走。
俺の目の前で好きかねやりやくてみんな何言ってんの。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引っかいは今回教わりだのはもう偽装語でして、さあもう黙れ。はい、警戒を強めろ。情報は封鎖。はい。これ以上大日本帝国に恥をかかせてはならん。はい。Professor Hagel. Hey, Lane. If every student like you working so hard, there would be no invasion. The wolf always eat.But we need change, right? Professor, I have a question. Oh, go ahead then. Last time you said the physical process by splitting one atom can produce huge energy. Mm. I heard that in Europe,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wondering if we can weaponize it. Where did you hear this from? This is wrong.Don't think about it. See, the fission of the atomic energy is so powerful. And if you use this on weapon, there will be no longer war, but slaughter.
So, if you use this on both sides, an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has the weapon like this, the human will be self-destructed. I see. Shimada desu ka? Hai. Kachikomarimashita.我々帝国は栄誉の上昇式か無事送れるように。はい。上海で上昇式ですか。帝国の虎と呼ばれるスナイパー鈴木正弘少佐が上海の戦いで素晴らしい戦績を残し、天皇陛下に上海で勲章の授与を命じられたんだ。今の上海においてはこの情報を補佐した方がいいですか。いや、むしろナイトイーグルを狙う絶好のチャンス、準備しろ。来、小弟。卖报卖报！先生坐车吗？卖报卖报！第一小组再次出手，有一日进高冠三名在浦江饭店。哎，卖报的，来份报纸。给你。卖报卖报，夜一小组再次出手，有一日进高官丧命在浦江饭店。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昊天，昊天，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你想干什么？防身。防身？我看你这是要惹祸。你别管了。昊天，你这命是我捡来的，你可别给我犯浑呐！什么叫犯浑？我杀个日本鬼子叫犯浑？你别忘了。你现在就是个小老百姓，保家卫国的事轮不到你。这刘志是个祸害，给我！给我！就算拉扯，既然我听成了，
上。香烟要吧？香烟。小姑娘，过来。哎，大叔。来帮替台。好嘞。哎。啊。大叔，听说七点要来个大官是吗？来个屁哦！之前来告官，兄弟们是提前列队欢迎的，顶下来都被叫到站里头去的。阿个晓得小日本搞啥人名堂？谢谢大叔，谢谢大叔。香烟要吧？你好，有去南京的票吗？先生，香烟要吗？有骆驼吗？不好意思，骆驼正好卖完了。朝日香烟倒是清净了不少，要么您试试呢？不要了。谢谢先生。卖香烟了。哎呀，怎么搞的你？我给您擦擦。我刚从车站出来，发现里面增加了很多日军，情况很不妙，通知大家撤退。好了，走路小心一点呀。谢谢小姐。主战，不是说不去找你表妹了吗？什么？他骗我说是去出差，还没礼物给他，给我，哎，拿来，哎，让让，站住！说话吧。計画のこと、漏れでない。見つめろ。站住！你到底要干什么？刚打的还疼吗？那得什么？解释！喂！走！当过兵，枪法又那么好。Lisa。哎，我来了。哎。到心底，报纸上的消息是假的，就是为了引我们出来。你们？你们是谁啊？刘叔，做臭豆腐呢。哟，小姑娘背得灵光，嗯，帮她留筷子啊。好嘞。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到了。
别动！石豆花，是自己人。自己人，给我。自己人。怎么还有我不认识的自己人？族长，他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起，为了救我，干掉四个鬼子的车夫兄弟。这里是夜鹰小组的绝密据点，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今天他在车站差点中了埋伏，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更何况，他的枪法好，又有抗日之心，我想让他加入我们。太草率了，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三八大概吧。三八大概。可以啊，兄弟！啊，谁是兄弟？万一出了问题，我负全责。这狗日的小日本，打了我两巴掌还踹我两脚，我现在屁股还疼呢。早晚帮你找补回来。车站的炮声就是他们打的掩护。你们是什么人？你有没有听过夜鹰组？就是那个专门对付日本军的。日本派遣军军火处爆炸，吴松解到运兵列车事故，这些啊都是我们夜鹰组干的。这是我们组长李富国、崔大石、豆花、庄水生和陈阿根。我叫林义珍。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八十八师狙击手杨浩天。八十八师八百壮士，精忠报国，可亲可敬啊。上海已经沦陷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打算？我今天有惊无险，要不我们就先吃饭。吃饭，来当自己家啊，随便吃。来来来，哎呀，先客人真是。来，那个，吃啊。好吃吗？好吧，都是，那是肯定的。我娘包的酸菜馅饺子，在东北是相当有名的。对我娘，你们东北的？啊，我们东北的，我们是九一八以后啊，才从东北逃到上海来的。哦，那你爹呢？我爹。哦，他爹呀，跟我们一块逃来着。回去取了一个包裹，就没出来。娘，谢谢了，我等你。在部队的时候，我师父就总跟我说，要是哪天打完仗了，就给我包顿饺子。可惜吃不到了。鬼子欠中国人太多血债。他们欠的债，早晚得还。谢谢干妈。多吃点儿，孩子，多吃了才有劲儿，咱们好一块儿跟鬼子干。对对，说的对。嗯。哎，对吧？啊？我的饺子呢？哎呀，你看我这脑子，真的是老了，这就来了啊。哎，好嘞。这饺子，来吃蒜
这儿也是个情报点啊，不管是闹市还是乡村，都有很多像崔妈这样违法的人处理。那你就不怕我收拾你了？敢在闹市打鬼子的人，要是我们都不相信，那还能相信谁？来来来，原汤化原食啊！怎么样？加入我。行，算我一个。哎，多吃点，吃，多吃点，给劲儿。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目标，大汉奸周玉烟。周玉烟这个人行事十分谨慎，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无法确定他确切的居住地址。但周玉烟还是环宇大学的校董，这次扩建实验室他是主要出资人。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有请环宇大学校董周玉烟先生为大家。校长会邀请他出席宴会并演讲，那是我们下手的最好时机，但请大家千万小心行事，一旦失手就很难再有机会捉到他了。有可靠消息证实，周玉烟会利用今晚的宴会再次游说哈格尔为日本人效力。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今晚必须干掉他。阿根和豆花假扮夫妻进场。一真，你利用日本人想讨好哈格尔的机会把枪带进宴会厅，暗中保护哈格尔的同时观察哈格尔对周玉烟的态度。水生，假扮服务员完成传枪。大师，务必看住所有的出入口，做到万无一失。等周玉烟上台后，豆花做掩护，阿根负责击杀。大家对分工还有行动路线有什么问题吗？那我要干什么？水生，你们夜鹰组果然不一样。德国原装，毛瑟 K98 步枪。射程八百，有了这个，我一个人就够了。哎，那可不行啊！到时候人会很多，一定要避免伤及无辜。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还是保险为上。况且，一旦狙击失手，近身刺杀就更难做到了。你是我们的最后一手。那就这样吧，大家各自行动。杨后天，你跟我一组。Don't know why they organize such a party. Why are we all invited here? 你好啊，哈格尔教授。上次跟您说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不用考虑，我追悔不悔，与卿捏指威武。教授，侵略二字从何谈起啊？再说了，这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您是犹太人啊。我记得您曾经说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也许瞌睡没有国界，但是瞌睡者有国界。中国就是我的第二祖国，我绝不会做任何对中国人不利的事情。我倒想问问你，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艾格尔先生，请你不要忘了，
在你最危难的时候，是环宇大学接纳了你。人要知道知恩图报，知恩恩情，我会报答给那些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而不是像你这样的人。各位环宇大学的同仁，各大报社及社会各界的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啊，有这么一句话，科技强则国家强。鄙人为家乡学子尽一份绵薄之力，何足挂齿啊。啊，大家都应该知道当下时局非常之乱，中日两国因为政见不合兵戎相见，但是为了维护和平，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兄弟我愿意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少董，你的祖国到底是中国还是日本？你的捐款都是日本人赏给你的吧？对呀，你真的是为了中国吗？那是当然，我希望中日世代友好下去。哎，快去！哎，你们干什么？出书！快快，不走走！哎，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啊！给我刺客，快走！你怎么可以在人群这么密集的时候开枪啊？万一狙击手没有万一。屁股大的，我看呀，还是当个枪手比较好，是不是？活你好好说话。好的。帽子给我戴正了，还有心思开玩笑？要不是杨后天的狙杀和掩护，这次的行动将彻底失败。你们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还怎么救国？组长，辛苦一天了。大家都还饿着呢，不如我们先吃饭，回来再做总结，您看行吗？杨昊天。半径200メートル、すべての住民、一軒一軒、当たった一軒、どこかな、発砲したか、必ず絞り出せ。はい。島田中佐、
そんなに狭い捜査範囲ではおそらく何も見つかりませんよ。ああ、君の意見を聞こう。狙撃手が撃った弾はおそらく 7.92mm のモーゼル弾。射撃距離は敵が隠れていた位置から見て最低 400m。 400m? 松の中にどんな距離でメジャーできますか？射撃路線がしっかりしていて腕のいい狙撃手だったら可能だと思います。鈴木君なぜ授賞式でなくここに来たんだ？敵を倒すのが帝国軍人の本分ですから。それにゲイン組が皇軍へ挑戦しているのをまだ傍観してい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から。スナイバーを使ったのはゲイン組と知ったやつだ。どう思うかな？はい、まずは敵を徹底的に調査してそこから始め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れに敵の狙撃手はおそらく自分がよく知っている人物だと思います。頼んだぞ。はい、这是我们新的目标。
你经常来这儿啊？啊，嗯，来过几次。来这。你找我有事儿？嗯，有吧。嗯。你不说，那我走了。哎，嗯。我的镜子，我找好久了，怎么会在你那儿？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见到的，还是你，是你的。明天好，谢谢你。哎，你看，那边的灯光。璀璨，一边星光点点。你觉得他们一样的地方在哪？都是中国的地方，这都不是我。说的对，不过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全部拿回来。就像碎了的镜子是可以修复好的，总有一天我们把失去的都拿回来。Çağ, şimdi Ali dedi. Hı? Çağ, şimdi Ali dedi.说出来，我既往不咎。太君，我真的不知道。我再说一遍，枪是哪个的？是我。枪是我捡回来的，那就太巧了。这把枪的主人是被夜鹰族杀害的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跟我回宪兵队走一趟，我们详细聊聊。啊，誰かを問いたか？申し訳ありません。畜生！やっと見つかった夜鹰組の手がかりが、お前のせいでまたきりだ。鈴木秀沙はもう準備万端だ。他のことは俺らがやろう。阿斌，来，给你的。真哥，带了白酒。
老杜呢？怎么铺盖都卷了？怎么了？老杜他怎么了？你说。老杜他出事了。昨天宪兵队来咱们车行搜出三八大盖来，他们的队长岛田杀咱们工友，刑讯逼供。也不知道老杜从哪儿上来牛逼劲，上去就枪枪，被鬼子剁死了。老杜那个人做回枪藏枪的。就是。刚才我的火车站又碰到那个岛田了，吓得我一口气跑，累死我了。哎，岛田，岛田，干嘛去？那明哥，哎，这咋了？这是，这不是没任务吗？哎，天哥，你拿枪干嘛去？天哥，逃げられたか。大师，你醒醒，快到家了。你娘给你煮好饺子了，等他们回去吃了。你给我听住，听住。大师，到家了，到家了，大师。Thank you.
就让你回家。你回家，大师，你他妈给我起来！你，大师，大师，大师，你，大师啊！大师，静静，阿鲁，阿佩秋，阿哥，你是？已故的佐藏是我的朋友，他一生都致力于大日本帝国，而你之间的绝属的合作，我接替了他的工作，完成他的使命。合作非是什么任务？帮你们制造杀人武器，只有能这样，只有绝对的镇压下面才会有绝对的和平，才配享有大东亚共荣。这不是和平，你这是诛杀，我追队不会帮你们的。等你到了大日本帝国，你就会同意我的观点。どういうことだ。What are you doing here, Lee? This is dangerous. I need to save you. Shh. Go hide. Go hide.那是孙太，我们要给他报仇。要不是因为杨浩谦擅自行动，大师根本不会死。大师是鬼子害死的，怎么能怪昊天哥呢？都别说了。我发现哈狗，日军已经开始行动了。Wait a moment. Lin, what's going on here? And who are all these people and guys here? We are the Eagle.The underground group. Oh. Li 先生，您预定的布料已经送到，是您上门来取，还是我寄送过去？
This is mentioned many times in my newspapers. I see. That's right, Professor. We keep protecting you in the dark, and we will help you leave Shanghai tomorrow. Oh, thank you very much. So you can have a rest. Thank you. Really.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先生，那教授先上楼休息。Please. 组长，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大石头。上级指示我们立即转移教授。明天有去香港的船，在十六铺码头靠岸。这次的任务会非常危险，大家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就怕那小鬼子不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一群我们杀一群。对，一定要给大使个报仇。那昊天呢？他已经不再属于夜鹰族。大家记住，明天的行动务必严守纪律。科技术是否被日军掌控，关乎着千百万同胞的命运。就算明天局面难以掌控，也绝不能让教授落入敌手。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有。昊天，别想了，这事不能全怪你。我要听老杜的，老杜就不会死。我要听大师的话，大师也不会死。就算你死了，他们就能活过来吗？高兴的还不是只有那些日本人。明天我们要去十六铺码头转移哈格尔教授。如果我们任务失败了，就会有更多像大石一样的人倒在日本人的枪口下。我们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如果那天我回不来了，这个镜子你就留作纪念吧。就算
ですか。アカハルはこの戦争を勝つために不可欠なものなのに逃げ去りたとは、私天の様の期待につもりだ。先ほど軍部に新たな情報が入りました。明日の正午にイエイン組の奴らはハガールを香港へ護送するそうです。どうするつもりだ。码头安检有点不太寻常，大家注意警戒。哈格教授，
你的嗓子。杨浩天，你醒来！我帮你找到他。不要，不要出去，不要，不要。水生，挺得住吗？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冲啊！哇，小果，小心点，差点打着你。陆慧燕，让交代的时间差不多了，给大部队多留点时间。可是现在加上伤员，能动的还有17个人，我们怕是熬不过鬼子的下一轮冲锋。怕吗？到。是。快跑！来，跑！
报告，团长，牛溪镇的鬼子援兵来势凶猛，已经发起了三波冲击，不知道三连能扛多久。能不能拿下柳城，关键就看杨昊天他们能不能在云溪镇拖住敌人的援兵。云溪镇正在打仗，火车只能停靠在云溪站，请所有乘客做好下车准备。
援兵又增多了。他们把路给封了，拼了吧！刚跟阎王爷请假，现在去早了点。老杨，要不走城西进山？那可是明玉岭，连鸟都飞不过去。队伍来了，走。兄さんのように敵を背を向かない優秀な帝国軍人に。軍曹は敵の狙撃兵に頭を撃たれた。当時はまだ生きている。また爆発を発生した。狙撃手は捕まらず。ただしそいつらは最後に逃げた。遠くにいてないはず。遠徳連隊長、君の弟が戦死した。師団長にご褒美を請求する。連隊長、敵はまだ遠くにいてないはず。追撃の許可を。暗くなってきた。敵は待ち伏せ中ず、追うのが危険です。連隊長、軍令だ。立花君、伊集院君。报告团长，柳城攻下，全歼守城日军。拿下柳城，我们就在敌人的心脏里打入一颗钉子。对。啊，杨浩天他们撤出来了吗？没有，日军封锁了云溪正东，截断了那里的路。如果他们还活着，只有进入迷云岭了。啊，老冯，陆队吗？我也没走吧，不知道啊。老杨，我们能活着找到大部队吗？小心点，远点啊！等会儿，等会儿。山に入ったのは確か。はい。連隊長閣下、この女は帝国最も重要な情報に手に入れて窃盗所に行くつもり。この道しか通らない。だから必ず見つけます。ぜひ力を貸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新四軍の残党は荒野にいる。今追うと遭遇する可能性が。明日夜明けに追撃するでは。連隊長閣下、今この女は山に入って時間を稼ぎたいです。我々もそう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連隊長、私も伊集院少佐を支援する。よし、はい。崖だらけだ。車を使うと
回転遅い。ここは知性は険しいらしい。気候さえもよく変わる。地図、はい。老杨，你眼睛让我看一下。啊，没事，就是被炮弹震了一下。那你这个回部队可得早点治啊。知道了，走吧。天快黑了，要不歇一宿再走吧。现在还不行，我们得抓紧赶上大部队。走吧。没看见，记好。我绑袋子了呀，有红袋子就表示这里有野兽出没，多危险你们不知道。你们没事吧？没事吧，老杨？没事。姑娘，多谢你救命之恩。你们什么人？这么晚进山？我们……姑娘，你别害怕，我们是新四军。才不怕。你说什么？新四军。ヤクに乗って国軍の諜報員を追え。我爹是方圆百里最好的猎户，等他回来，我让他带你们出去。饿了吧？嗯，
銃弾跡です。血の跡だ。戦闘があったのか。彼女は一人ではない。你们慢点吃，我去给你们做肉。哎，不用了，姑娘，太麻烦了。我们吃一口就抓紧赶路。啊，这么着急啊？啊。你东西这么多，你刀放下嘛。嗯，刀在人在。哎，三金姑娘，大叔是不是回来了？哦，应该是，也差不多该回来了。爹，你回来了。起来吧，起来了。哎，大叔。他们是谁啊？爹，他们是新四军。哦，新四军。对，大叔，我们迷路了，后来遇上了豹子，多亏三喜姑娘救了我们。哦，那各位坐吧，啊，坐吧。爹，他是谁？哦，他呀，过路的客人，让我带他过岭。你又找人家收了多少钱呀？你看你这话说的，你爹我不图钱，都是中国人，才行个方便嘛。再说了。这带路不是耽误打猎吗？总得有点补偿嘛。请大叔帮忙，给点酬劳是应该的。姑娘，你也过岭了？对，我做买卖的。做什么买卖？这深山老林有狼有虎的，怪危险的。富贵险中求嘛。哦，爹，他们也想过明云岭。对，大叔，我们迷路了，有劳您带我们绕岭过去。嗯。哎，你可不许找人家收钱啊！人家可是新四军打鬼子的。看你这话说的，我收过要钱了吗？哎，应该的，应该的。大叔，我说过要连夜赶路的。姑娘，我们也准备出发了。我一弱女子，与几位兵哥同路，怕是不太方便吧？啊，也是。要不您几位先在我这儿将就着，等我送完他，回来再送你们出去。哎，你们坐。谢谢啊。招待着啊！要找人收房间吗？这丫头怎么老取对我呀？我攒钱不是为了给你备嫁妆。哎呀，你越说越扯了呢！快去吧，快去吧。哎，三喜啊，去找我的衣服啊，给我兄弟换上。嗯，谢谢大叔。大叔，有劳了。啊，不客气。那我们先走了啊。哎，小心啊，爹。哎，走走。奥夫前方に小屋を発見。慎重に進め。は。前進。大哥，喝口水吧。嗯，谢谢。你喜欢枪啊？嗯。我爹说我小时候抓周。我纸粉、针线、娃娃，我都没抓，我抓的偏偏是猎枪子弹，所以我三岁的时候，我爹就已经开始教我开枪了。这把枪呢，是苏联产的，叫莫辛纳杆，嗯，和你爹的猎枪差不多，就是多了个狙击镜，算是狙击手专用的吧。嗯，狙击手，是不是神枪手的意思啊？差不多吧。那你打过多少个鬼子？我也没数过。肯定很多，你算是抗日的大英雄了。我不算，那些先走一步的弟兄们才算吧。啊，战争嘛，难免都会有牺牲。那个太近了，嗯，就是你要跟狙击镜有一定的距离，嗯，对，这样，啊，
试试。好，这样就能看到了。可以看好远啊。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我看看。快收拾东西，赶紧走！怎么了？鬼子来了！三喜，为了安全起见，你跟我们一块走。啊，好。鬼子他们带着军犬，我得用它来掩盖行动。好。给我留一口啊。まだ戦いです。奴らはここにいたはず。村人か。どちらもここで一時滞在して、それから分けて行動する。そちらは憲兵を連れて女を追う。私は紳士軍を追う。エンド閣下は紳士軍の方に興味があるみたいですね。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隊長からの任務は共に力を合わせて女を追うことです。そちらも、奴らは全員中国人だ。一人でも逃がしたら、任務は失敗の可能性が。石川藩は伊集院軍がリード。どんな状況に遭遇しても、私は真っ先に支援する。爬过前面的悬崖，可以少走三十里路。走吧。啊。
鬼子，浪费了我的酒。。
鬼子为什么追你？你什么意思？绳子是你割断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装死！少武，老子快点不顺眼了。你那是个特务！我不是特务，不是特务是什么？少武，四五，不是我，我是国军情报员，有重要情报送到石城。我说，我没胡说。我劝你最好说实话。 我叫秦瑜，包里有我证件的证明我的身份。等会儿，小五姐，等一下，这是敌人安插在贵府内部的特监名单，我必须赶在明天天黑之前由我亲自交给石城的百先生。为了这份情报。 我已经牺牲了四名战友。你说是真的？你们非得让人搜，不能发电报。发电报很有可能会被内奸截获，我必须把这些人挖出来，不然我们的一切行动在日军眼里都是透明的。我为什么把绳子割断？就是为了不让敌人追上我。我没想到，许大叔的。三七姑娘，三七姑娘，冷静。让开！三七姑娘，冷静。 三喜姑娘，冷静！三喜姑娘，冷静！还死大叔不是他，是日本鬼子。让开！三喜，如果情报被别人看见，会有更多人牺牲的。三喜姑娘，我不知道事情会……滚！滚！你们都给我滚！我本来好好的，没爱着谁。 害了，打死了我爹！对不起，三喜姑娘。四五，我们先安葬许大叔吧。就不找你们，我带我爹回家。从今以后，我的事与我无关。三喜姑娘，老杨，我们留三喜姑娘一个人实在是太危险了。没事，鬼子追的是我们。 自己更安全。我们分开走吧，日军这次的目标是我，你们不必替我冒险。监狱姑娘，我希望你说的是真的。因为战争，我们已经牺牲了太多的战友了。行了。 现在我们只有互相信任，才能活下去。从接到任务那刻开始，我就置生死于度外了。快走吧，鬼子还有其他追兵。 没事吧？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再出发。
飞刀！快，隐蔽！我。走吧，走吧，走吧！有狙击手，注意隐蔽！现在追我们的不仅有他们的宪兵，还有其他部队，而且装备也比攻城那时候更加精良。而且现在他们追得紧，我们出不去，只能依靠现在的地势。这样，小伙，你保护的花向后撤。四五，有，你守右翼。好，我去左翼。好。尽快打掉他们的狙击手，记住，他们狙击手很厉害，一定小心。等会儿，坚持住，我们一定带你出去。好，我们就地反击。
没事，我在这陪着你。 全力で突撃せよ。手榴弾用意しろ。はい。リビ。全員突撃。 Thank you.
丫头，我看，空的库索，亚子拉的塞基奥，一人も逃がすな，行け！秦玉，你先走。 赶紧走开！无论如何，要把情报送出去。
看来你没说谎，这波小鬼子比工程的厉害多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把衣服烘干了就出发。追我们的是鬼子的精锐部队，我们休息，他们不会休息的。 三兄弟，前面的路被堵死了，鬼子兵没声音又可怕，交给你们钻进去，两个人守一个点，待不同地方来，跳坑吧。小鬼子还真是不敢发心啊！三兄弟，不知道，他危险，而且你也不能纵容，没必要冒这个险。鬼子都挡在家门口，没有敌人。拿起枪之前，你们不都是老百姓吗？ 花姐呢？牺牲了。エンドカッカ。兵力は分かれたら、打倒せをかけるのでは。一人の犠牲で。 獲物の位置がつかめる。位置がわかれば、奴らの逃げ場はない。そうですか。咱们猛攻一个点，突围出去。不能惊动一个哨点，其他哨点也会向你收缩。况且，鬼子还有狙击手。如果我们从后方绕过去，天黑之前肯定赶不到石城了。鬼子应该算准了这一点。三西姑娘，你知道指挥官的具体位置吗？ 大概在正北方向。我去打开缺口，我用的是弓箭，他们发现不了我。不行，太危险了。我们在明处鬼子暗处，而且我们也没办法确定每个哨兵的具体位置。鬼子的战术很成熟，除非我们能逼他们暴露各自的位置，这样才能找到突破口。老杨，嗯，进明月岭之后，你打死几个鬼子？ 没数，怎么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你已经赚这么多了，我还没够本呢。
下班回来。哥，咱俩合个股吧。小虎，小虎，擦亮你的瞄准镜，替我多赚几个。快把鬼子引出来。子午啊，带着他们隐蔽，千万别露头。老杨，老杨，隐蔽。小鬼子，你爷爷我在这儿呢，来呀，来呀！小虎，小虎，老杨，我还没赚够呢，替我多赚几个，瞄准他们。老杨，打呀！老杨，往死里打！瞄准了，打！打呀！一体何をしたいのか？老杨，クソ！往死里打！我らの狙いがバレた。我还没赚够呢，替我多赚几个。小虎再配合杨浩天打开一个缺口，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冲出去。往死里打！打呀！老杨，往死里打！给我多赚几个。瞄准他们！エンド閣下、なぜ撃たないの？え？奴を殺すのは簡単だ。我々は奴全員を誘い出す。照明弾を。はい。现在出就是靶子，我们必须要等照明弹打完。Thank you.
小虎别犯傻。你受伤了，是刚刚突围的时候吗？对。来帮你，谢谢。我先帮你止血吧。三喜姑娘，对不起，你爹的死。我知道。千玉姑娘身上的文件，关乎很多人的生死。接下来，就指望你们了。指望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往外逃。恐怕出不去，所以我会拖住他们。浩天哥，三喜，打仗为了什么？为了保护同胞，为了保卫祖国。
豆花是军人，小虎是军人，我也是。苏，交给你了。对不起，都是因为我的出现，才害死了三喜的父亲，他也拖累了小虎和豆花。你们没有责任再继续保护我。千羽姑娘，你已经是我们的战友了。杨傲天，照顾好自己。阿殿哥，这是我的护身符，我送你，你一定要回撃ち方用意。
小鬼子跑那么快，我们也得快一点。哎哎，小心！不小心，没事吧？没事。鬼子来这么快，说明老二遇到麻烦了。老公，你干嘛？宋哥，我的机枪子弹没了，包里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当，没成想都要扔这儿了。三姐，你一定要把秦玉和情报送出去啊！宋哥，我在这儿帮帮老杨，你们快走，快走，快走！那你小心点。都说我是病苗子，但我从四五打仗到现在，从来没有抛弃过一个战友，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
歇会儿吧，没事吧？这次情报你替我送吧。我这不是得你亲自送吗？我那是怕你们杀了我。你拿着这封信到石城春雨大街找一家叫瑞红的布店，问掌柜买半瓶红烧一丈绫。哎呀，打住打住，我学东西慢，我刚学会打鬼子，你就别让我学别的了。鬼子来了就晚了。别说了，没剩多少路了，情报你来送，鬼子我来对付。你往那儿再走四五里，有水浅的地方就可以趟过河，过完河之后往北走就可以找到去石城的路了。三喜姑娘，三喜姑娘，书院西书的方向就是北。就爆死させる。小心，三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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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击了，远距离射击，感受你的呼吸，再两次心跳点开枪，一定要注意隐蔽。三喜，靠你了。浩天哥，小鬼子，想好了。村长，三喜，好样的！啊，这次秦玉姑娘的情报，帮了大忙啊。我们早晚会把鬼子彻底赶出中国。嗯，你准备好了吗？嗯，向死而生。